今仔日农历十三透早，新港洪天宫山海洋香照景，伫十二号主驾文在殿妈祖接受王东来德行山区绕境祈福，家己市长王炳辉虔诚奉车护驾祈求，为市民祈福求平安，大批虔诚民众跪地软求卡，以求妈祖的保庇。新港洪天宫山海洋香迎妈祖绕境活动进入嘉义市，展开为期四天的绕境祈福。今仔日透早伫嘉义文在殿，嘉义市长王炳辉、新港洪天宫董事长何达宏以及文在殿主任委员郭良进向妈祖参拜，奉请新港妈祖安坐，跪地虔诚祈福，呼着新港妈祖鸾轿起驾。新港洪天宫妈祖绕境是嘉义地区重要的宗教圣事，会当奉上妈祖起驾，伊感觉真有福运。随着妈祖神轿出巡，祈求嘉义市民平安。你热情，大家人吼争相软轿卡，争相拜拜，这种虔诚的心情吼，让咱感受到讲吼妈祖的慈悲以及保庇。所以来去这吼，今年第四冬来啊，啊来到这吼，啊坐坐乡亲，大家人拢。摆着香宴，一起拜拜，一起祈求，我相信一定会带予咱台湾，那甚至咱家己，会当每一个人平安，家家户户大赚钱，幸福快乐。这就是山海渔夫娘妈祖，就是一个统称，伊个就是山海，山就是代表咱嘉义市，哦，这边有山有阿里山，啊海就是属于咱嘉义县，啊，这个来嘉义市第四年啊，每一年哦。拢是嘉义市民，真热心、真热情来为咱的妈祖啊！尤其哦，每经过的所在，大家这市民哦，拢办香啊，出来敬爱敬咱的妈祖啊！希望妈祖吼会当保庇着咱吼，国泰民安、风调雨顺，和咱嘉义县市、嘉义市会当更加好。新港妈祖神威定感，为大众所虔诚信仰，乱教所教的所在，民众双手向前拍地跪拜，两脚卡以求得妈祖保庇。新闻新闻，蔡碧彤，嘉义市采访报道。